ここはどこなの？人間が人形のために作った家だ。
抽，小的透抽，黑猪小牌，然后这次有肉丝，糙米饭两包，那这是鲜虾，黄鲫鱼，这个鸡丝面，有鸡米，然后这次比较特别的是附有这个泰式柠檬拌酱，对啊，比如说蒸个鱼啊，放这个应该就变泰式柠檬鱼了吧。这个是昆布胡椒盐气炸个鸡胸肉啊，或气炸虾啊，可以撒的昆布胡椒盐。黑木耳，哦，最近很爱吃黑木耳，就是减脂的好东西。木棉油羊，等一下，油豆腐。好，那就是拿来卤味。然后这个一样，这次有芋头。是不是芋头是现在的产期啊？上一次的芋头是拿来料理，这次的芋头做个甜的好了，比如说芋头甜汤之类的。新鲜的青葱，然后这次还有这个新香料，这次也是没有辣椒，就是蒜头啊跟姜，荷叶白菜。然后这个是空心菜，这个是我不知道的菜，我看一下叫做什么，什么叫他菜，什么叫做他菜，我再上网查一下怎么料理。这就是这个月的冷藏栽培，是，但是怎么可以？他头变了，哇！这是我最喜欢。